来超市了，逛奶酪棒专柜，好多奶酪棒。这个是吉利丁的，哇，太贵了吧，20.8元，原味的也是20.8元，姐妹们。哈哈，我带着活动回来了，6支装的，平常咱们买的是5支装的，这个是6支装，我拆的是原味的。哇，这种呢，一包里面有6根，拆一下。哇，香甜，今天下单39.9元，然后4包，姐妹们，3994包，然后一共24根，老鼻子划算了，底下点。